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科方卡老师哈。好，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。那我们使用方法很简单哈，把这两边打开之后呢，然后我先把断线好，然后再重新连线一次就好。连线完毕之后呢，你可以决定说你要连的是哪个设备哈。那我们点选一下这个设备。好，那连上去之后呢，那当然这边这程式你要把它执行一下哈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连线动作了哈。那我们就先从四号哈。打开，然后五号打开，然后6号打开，所以各位就看线，你就可以这样子控制上面的 LED 哈，好，那就把它关掉哈，所以还蛮有趣的啦啊，所以大家看一下怎么去透过智慧型手机呢，你就可以去把这个设备给做个开关的动作啊。这段影片到这边到一段落哈。